第二天午夜，你将小云置于亭中为饵，自己则率领家奴四下埋伏，而薛青林则是先留在府内下手除掉冯万春，而后再赶往兰心亭与你会合。大人，这件事你也知道？你继续说吧。是，侯爷的如意算盘打得好，可没想到，快跑！有埋伏！放箭！走，过去看看。走，是。快，仔细搜查！快，快，快！事情就是这样，太可怕了，小人从来没有见过速度如此之快的杀手，不到一刻钟的功夫，亭子中的十几号人便全部被杀，小人也身受重伤。看起来这些黄国公的后人还真是不简单呢。真没想到这些李氏余党竟有如此强大的实力。小人重伤后逃出兰心亭，本想率剩下的人逃走，可谁料想对方埋伏的弓箭手竟从水下钻出，小人只听到弓弦阵阵和羽箭的破空之声，剩下的几十人转眼便全完了。唉，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，最后连侯爷自己的性命也搭进去了。张毅啊，你将小云进府前后的情形详详细细对本阁讲上一遍。是大人，
这个小云是两年前嫁入侯府的，很得我们侯爷欢心。可半年前，侯爷忽然对我说，小云经常在他的茶中下入迷药，命我暗查究竟。小的奉命跟踪，发现他经常趁侯爷熟睡之际，暗查府中的各间房舍。嗯，他在找什么？后来小人从侯爷的口中得知，他在找一封密信。什么密信？据侯爷说，那是一封梁王写给他的信，具体什么内容就不太清楚了。关于这封密信，薛青莲还说了些什么？哦，前几天侯爷曾说，二十年前黄国公案后，梁王传信严令他将信焚毁，可他为了救命才将信保留了下来。救命？你说他是为了救命才将那封密信留下来的？侯爷是这么说的。他还说了些什么？他说两年前在州城吃醉酒，将此事说了出去，被人密奏皇上。他似乎很害怕那封信落入皇帝手中。据他说，只要皇帝看到那封信，那他定然是难逃一死。那封信现在何处？小人不知。哼，张毅，我劝你还是实话实说，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小人真的不知。好吧，我给你提个醒，锦娘逃出侯府的时候带走了什么？也罢，既然大人什么都知道了，那我也就不必隐瞒了。不错，确实是锦娘将那封信盗走了。果然如此。啊，原来大人是在诈我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，尚可开脱。否则天威降临，你便是死路一条。是是。锦娘是如何将那封信盗走的？我听管家杜二说起，他用酒将侯爷灌醉，而后潜入后堂的暗室之中，从暗格里面取走了那封信。具体经过是怎样的？大人，小的虽是师爷，但并不是任何事情都管。这件事是由管家杜二经办的，小人所知也仅止这些了。好吧，对锦娘你还知道些什么？锦娘是一年前侯爷从小铺村抢来的，本想纳为侍妾，却因夫人小云的搅闹而作罢。但是自从她进府之后，侯爷天天与她一起厮混。真没想到锦娘竟会做出这种事情来。我问你，薛青林与冯万春、张贤拱等人是什么关系？侯爷对此事也讳莫如深，从不提起。若不是此次冯万春此人前来武平，我们根本不知侯爷还有这四位朋友。那我问你，杀死黄文月、葛斌、张贤拱、吴顺的是不是薛青林？反正侯爷也死了，我就说实话吧。是的，就是他。那他是怎样动手的呢？大人，小的要是说了实话，您能不能免小人一死？只要你老实交代，这一点我可以保证。那我就实话实说了。黄文月、葛斌、张贤拱、吴顺这四宗血案，都是我们侯爷亲自做的，而且小人一直从旁协助。哦，正是。我记得杀黄文月时的情形是这样的。这位先生，您找谁啊？我想求见原武平县令黄文月大人。哦，请您跟我来。
是吗？黄大人，有人找。啊，黄大人，张毅，是你呀？啊，你怎么来了？侯爷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。这，啊，那小的就告辞了。好。小人走后，侯爷下手将黄文月杀死。如此说来，那个在平阳客栈中引走店小二，是刺客潜入店中的另一个黑斗篷，以及在返回江州的夜船之上假扮渔夫又张吴二人上船的人，就都是你喽。大人，这些您怎么会知道？嗯，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。我来问你，薛青林为什么要杀掉这五位拜把兄弟？小人只知道20年前他们六个人共同做过一件什么事情。我们侯爷一直担心另外五人会将他的秘密泄露出去，因此才要杀人灭口。可是具体是什么事情，小的就不知道了。元芳啊，看来这一次你是对的，那个神秘的刺客黑斗篷就是薛青林。大人，我们在张贤拱和吴顺死亡现场的船头踏下两个鞋印，可以给张毅拿来比上一比，以为佐证。不必了，张毅之言应该不差，他今天晚上说的很有价值。首先，我们确定了那个在江州和武平连犯血案，到今天悬而未决的神秘凶手黑斗篷，就是薛青林。其次，我们确定了小云和锦娘共同寻找的那件重要物事，乃是一封密信。第三，我们知道了锦娘已经将这封密信盗走了。依大人前日所说，武平城内隐藏多股力量的推论，小云一伙肯定是其中之一，而锦娘则代表了另外一路人马。他代表的这路人马虽然不像小云一伙那样强大，但这些人行事精谨缜密，不露丝毫破绽。迄今为止，除了锦娘之外，他们尚未露出任何马脚，所以这些人不容小视啊。而今我们发现的两路人马竟同时指向了那封密信，可见此物在本案中的作用。嗯，你说的非常正确，这封密信才应该说是本案的真正核心，我们一定要找到它。照张毅刚刚所说，那封密信应该在锦娘手中。从近日锦娘的表现来看，恐怕这封信并没有在她身上。哦，何以见得？你想一想，如果信真的在她身上，她还会屡屡出府四下寻找吗？您是说锦娘这几天的异常举动是在找那封密信，难道不是吗？除此之外，还有什么会令他如此焦虑呢？他明明已将密信盗出侯府，怎么会……岳芳，嗯，明日我们到小蒲村走上一趟。是。站住！哎，是如燕姑娘让我来送鱼的。以何为凭啊？我有字条。字条呢？我忘带了。那就回去拿去。哎，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轴啊？要不这么着，你将如燕姑娘请来，我们当面对质。我要是说瞎话，你打我板子。那不行。
没看见我在值哨吗？哪有功夫替你通禀？你，行，你是大爷，耽误了大事儿，看你是大爷还是你的屁股是大爷。等等，等等，小二哥。如燕姑娘，您让我来送鱼，可她不让我进，我请她代为通禀，她也不去。您说气人不气人？小二哥，您别生气，委屈你了。你是自己向这位小二哥赔罪呢，还是要我将此事告诉你们军头张环呢？小二哥，对不住啊，对不住。今后你们要小心在意，误了大事，小心屁股开花。是是。小二哥，随我来吧。是。来，小二哥。哎。这边。小二哥，可真有你的。您交办的事儿，咱敢不办好吗？来来来，拿着，算我请你喝酒。哎，不不不，哎，我可不能要您的钱。要不这么着，如燕姑娘，您要真想感谢我，那就什么时候光顾我们小店吃顿饭，这就是对小的最大的赏赐了。好，我答应，白吃饭我最愿意了。好嘞，那我随时恭候您。好，哎，齐了，小的告退了。谢谢你，小二哥。哎。大娘啊，大娘。哎呀，先生，你们找谁呀？哦，我们是县里的县尉，到这里来了解一下情况。哎呀，老婆子给大人磕头了。快起来快起来。这里不是吴四的家吗？是啊。那你是吴四的什么人呢？哎呀，老婆子娘家姓胡，是吴四的近邻。从前呐，吴四鳏寡孤独，就是我们这些街坊邻里轮着番的照顾他。哦，鳏寡孤独，他不是有个女儿叫锦娘吗？哎，锦娘啊，不是他的亲生女儿。锦娘不是吴四亲生的？是啊，两年多前，就像今天，我替吴四看屋子。丫头，你坐这儿干什么呀？大娘，可怜可怜吧，好几天没吃饭了，能不能给口吃的？你叫什么？我叫锦娘。哦，你等着，我给你拿去啊。哎。后来吴四回到家，看见锦娘非常喜欢，自己又无儿无女的，便求我们几个人呢立个保，将小锦娘收做了女儿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锦娘是怎么到的平南侯府呢？哎呀，大人呐，您知道我们小蒲村呐，离平南侯府最近了，那些天杀的进进出出的都进过我们这里。一年前，我和锦娘在井边洗衣服。来了，来了，快跑啊！哎呀，不好了，平南侯府那帮天杀都来了，快快躲起来，快呀！哎呀，锦娘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我又没办法，为什么要躲啊？哎呀，好闺女，你不知道他们的厉害，快走啊！伯伯，侯爷，你快！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锦娘。是本村的？正是，我是吴四的女儿。啊哈，多儿在，带走。是，走，带走。你们干什么呀？你们要干什么呀？锦娘，锦娘，哎呀，也怨锦娘逞强好胜，不知厉害，就这么着被薛麒麟抓进了府里。
吴四闻讯到侯府要人，却被臭打一顿给抬了回来。自此，锦娘就住在侯府之中，听说给那个不得好死的侯爷做了丫鬟。哦，那她是什么时候又回来的呢？十多天前的一个夜里，老吴四突然到我家来，说锦娘回来了，要我帮着弄点吃的。锦娘，爹，这儿住不下去了，咱们赶快走吧。可是，哟，锦娘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是逃回来的。爹，你赶快收拾东西，咱们马上离开。我去。哎，我怎么还要走啊？我从平安侯府逃了出来，这里是活不下去了。今后家里就求您多照应了。哎，你放心吧。锦娘，收拾好了，爹，咱们走吧。走吧。走，往哪儿走啊？锦娘，侯爷待你天高地厚之恩，你为什么要私自逃离侯府啊？我是来看我爹的。是他来看我的。看看你爹还用得着收拾行李？好，我跟你回去，但你不要把这事儿讲给侯爷听。哼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记得昨夜睡前侯爷曾对我说起，后面的账上亏空了几千两银子，他怀疑和你有点关系。什么？想不想让我在侯爷面前替你美言几句？你吧，你跟我回府，我不告诉侯爷就是了。爹，我走了。锦娘，你不能回去啊！我会回来的。走走走，孩子，你不能走啊！去，孩子，孩子，孩子，锦娘。第二天早上，吴四说他要上县衙告状，谁知道这一去就没有再回来。当下锦娘也追到了衙门，打那以后啊，就没有了音信。大人呐、啊，这爷儿俩可真冤呐、啊！现在平南侯府完了，您可得替他们做主啊。大娘啊，您放心吧。锦娘，啊，来来来，快来呀！如燕姐，吃鱼了。店小二还真的把鱼给送来了。嗯，对呀，咱们一起吃吧。那当然。嗯，来，快趁热吃。如燕小姐，啊，小姐，哟，迪春啊，啊，你是不是也闻到这鱼的香味了？嗯，小的哪能那么馋啊？就是闻到了也得假装没闻见。不过要是有富裕留点也行。哦，小姐，啊，林永忠大人来了，他找老爷，我告诉他老爷出去了。您昨天不是对我说，只要林大人到府就来告诉您吗？对呀、啊，锦娘，你不是要叩谢林大人吗？这不来了，赶紧去。太好了！这么快就来了，林县令。啊，如燕姑娘。林县令，咱们的锦娘昨日特意到县中求见，要拜谢您救命大恩呢。哎呦，不敢不敢。这些都是永忠应该做的嘛。民女锦娘拜谢大人救命之恩。哎哎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。锦娘啊，怎么样，在这里一切都还好吧？嗯，非常好。狄老爷和如燕姐待民女就像亲人一样。哦，好，好啊。不能再等了，就算孤注一掷也要试一试。那狄仁杰怎么办？顾不了这么多了，就算鱼死网破也要尽快找到密信的下落。是。这样，今天夜里你潜入敌府，找到锦娘一定问出结果。是，我去准备一下。
是后门，严加把守。是。大人。啊。元芳，根据今日小蒲村那位老人的讲述来分析，金娘是两年前才来到小蒲村的，她的目的定然和小云相同，那就是伺机进入侯府盗取密信。而且无独有偶，这两个人选择的方式都是一样的。你刚刚进来之前，我仔细地想过了，锦娘逃出侯府的情形一定是这样的。锦娘，早晚有一天我把你扶正，你放心，就是我薛青林的夫人啊。好了好了，来，你躺下躺下啊。锦娘道出书信回到家中，本来是想携养父吴四一起逃离小蒲村，可是她没有想到的是被杜二堵在了家中，万般无奈之下只得答应回到侯府。然而那封密信它藏在了什么地方呢？交给了吴四。只有这一种解释。杜二来得突然，锦娘没时间自己将信转移，于是。哎，锦娘，收拾好了，咱们走吧。快快点，快走。走，往哪儿走啊？锦娘。侯爷待你有天高地厚之恩，你为什么要私自离开侯府啊？我是来看我爹的。啊，他是来看我的。看看你爹，还用得着收拾行李啊？好，我跟你回去，但是你不要把这事儿讲给侯爷听。锦娘将信交给了吴四，自己跟随杜二回到侯府之中。杜二果然遵守诺言，并没有将他逃离侯府之事告知薛青林。可是没有想到，杜二虽然没有讲，其他人却将此事告发。薛青林是个非常多疑的人，听说此事，他立刻想到了那封信。一查之下，
信果然不见了。信在哪儿？撞！薛青林将锦娘关了起来，严刑拷打，逼问信的下落。面对严刑，锦娘抵死不说，并且设法逃出了平南侯府。薛青林发现之后，派人随后追赶，这才发生了第二天巳时锦娘投江，我们将她救起之事。师父，你看，毫无破绽。可以说这是唯一的解释。这第一个问题就产生了，锦娘一个弱小女子，身上又没有武功，她怎么能够逃出薛青林的魔掌呢？会不会侯府之中暗伏着她的内线，趁薛青林不备将锦娘放走？与我所想一致。那么这个人又会是谁呢？而今小云一伙血洗了侯府，除张毅之外，所有家奴全部被杀。想要查出这一点，太难了。好吧，我们将此事暂且放下。第二个问题，那封密信究竟在哪里？如果不在小蒲村吴四的家中，便藏在吴四的身上。非常准确。吴四的家中，锦娘已经去过两次，显然没有收获。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，信在吴四的尸身之上。这也就是为什么锦娘银夜潜入县衙停尸房，在吴四的尸身上翻来找去的原因。对呀。第三个问题，小云一伙也在找这封密信。你想一想，当他们得知信在锦娘手中，他们会怎么样呢？我明白了，大人。我们的机会已经来了。叔父，叔父，远方。如燕，有什么动静？我找到了小云一伙的落脚之处。整个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好啊，如燕，想不到你连紫阳客栈中的小二哥都发动起来了啊。当时我必须伴在锦娘身旁，无暇抽身，一发现情形不对，我立刻想到要小二去跟踪他们。一来小二是平常百姓，不容易引起对方的注意，第二他对城中的道路非常熟悉。果然小二出色地完成了任务。好，好啊，如燕，你做得好啊。你这位锦娘的保护神真是名副其实啊。啊，元芳，你看到了吗？刚刚我们还说到此事，现在他们已经动起来了。这倒是省去了我们很多麻烦。由此可以看出，他们已经沉不住气了，而我们应该将计就计。叔父，那现在怎么办？来。好，我这就去准备。元芳。我们立刻赶往县衙停尸房。是。大人，这边。
搜。季娘，又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想到了一些别的事情。如燕姐，你说，人死了以后，那边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？你这是怎么了？又提起死？我在想，另一个世界一定没有仇恨，没有报复，大家和和美美的过日子。也许我还能见到我娘呢。锦娘，人的一辈子有时候会做一些无奈的事情，但那并不是自己的选择，是命运，是命运的安排。在遇到叔父和元芳之前，我曾经是一个冷血杀手，令人闻风丧胆。你是冷血杀手，可是你现在为什么这么好？有时候我不光觉得你像我姐姐，还像我娘。可当时我也曾有过和你一样的想法，很悲哀，想到自己一生可能都要生活在仇杀和鲜血之中，真是非常绝望。然而命运却做了奇巧的安排，让我遇到了他们。从那以后，我才懂得了什么是爱，什么是正义。于是我做了一个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决定，背叛了将我抚养成人的大姐，毅然走进了他们的生活。那时我突然感到一切都不同了，那些自己久违了的，平时不敢提及的人性善的一面，似乎一下子便回到了我身上。那种感觉真好，所以现在我非常满足。不管过着什么样的生活，至少我已经做回自己了。你知道，死是最简单的，一了百了，活着才是最大的勇气。可是我跟你不同。好了，锦娘，我们今天不说死的事情，好吗？好。这样，我要请你帮一个忙，就是要死，也要等帮完我的忙再死，怎么样？好，如燕姐，你说吧，只要你开口，什么忙我都帮。大人，您在找什么呀？一封信。信？嗯，一封很重要的信。
查过了，大人，什么都没有。元芳，这鞋垫本来是缝在这鞋壳之内的，看来吴四是把那封密信藏在了这里。Please subscribe this channel. Below the video, please leave comment, click like and share.